仿生人，他们不是机器人，他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那你应该知道仿生的危害吧？你们明眸的人总说仿生人是精神毒品。月儿，他们早就融入这个社会了。你好奇怪啊，你是真的不生气呢，还是不能生气了？仿生人社会败类，就该被销毁。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对仿生人这么大敌意？对不起，我是因为特别特别的爱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！我也常常很疑惑，仿生人的感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月儿，你很勇敢，你保护了自己的妈妈。直到我真的接触到他们，他们的感情是那么的真实。干什么？从哪儿？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啊？为了一个连真人都不是的仿生人难过。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假？你愿意娶许玉念为妻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他对我来说，就是真正的假。你只是想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，这有什么错呢？我就是他妈妈。你只是想活下去，他有罪吗？承诺。承诺你说话，我恨你。